是不是真的很赞啊？因为他的照片全部都是白色，白色到有点远，可是他实际上人在，我们赶快看出来。啊，好赞哦！我要我家长这样。哦，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好啊？怎么那么奢啊？好喜欢哦，完全就是我喜欢的色调哎，好赞啊！好的，诚如大家所见，我们到瑞典了。然后我们现在刚到 B&B， 待会会有另外一个神秘嘉宾来加入我们整个瑞典的行程。嗨，神秘嘉宾来了！天哪，好冷啊！你看，不是说不冷啊？穿登山鞋出门什么意思？我觉得没有必要哎。我超级失望。不会下雪啊！你赶快去看一下，你赶快去看一下，好美哦，很赞吧？而且你看看它这个厨房，很美。我要跟你说一个噩耗，就是这边呢，酒只有啤酒，就是超市是买不到红白酒、香槟的。只能去他们国家的一个指定机构，然后这指定机构呢，到下礼拜二才会开。所以我们这几天只有啤酒，3.5以下的酒精才。对，他们是法律严格规定的。我有这么贵的酒？嗯，所以想说，餐厅也不行啊。不行。等一下，为什么餐厅？不可能。餐厅也是啊。现在崩溃是不是？没有酒真的好崩溃哦！我今天要来准备我朋友的生日礼物，我选择的品牌是橡树旅程，它可以在 Hearth 选品店找到。Hearth 这个字呢，是由 Heart 跟 Earth 组合而成，同时也有壁炉的意思。With Heart for Earth。家中注入温暖，聚集全世界的美好生活。格拉斯玫瑰和一般的玫瑰香水不一样，里面有黑胡椒和粉红胡椒，花香中带有个性的讨喜。盲通柠檬绝对是柑橘调爱好者的新选择，里面的罗勒和草本气质清新又动人。非常喜欢这一支锁村薰衣草，和以往印象中的薰衣草香完全不一样，它的细腻花香带有一点木质调，非常赞。今天选择的两款香气分别是杜松榉木和夏日无花果。杜松榉木呢，很有空旷山谷里面纯净空气的味道，木质调中带有一点苔藓和小豆蔻，很适合忙完一整天后点上它，会有凉爽和安定的心情。另外一款夏日无花果呢，里面添加了佛手柑，可以说是甜而不腻，很适合午后时光啊，或者是和朋友聚会的时候点上它，整个空间里面会很有欢愉的气氛。那我今天就决定要送上杜松榉木给我的朋友作为生日礼物啦。 Hearth 纯净生活选品店内所有品牌坚持不做动物实验，成分天然，安心认证，使用友善环境包材。香水和蜡烛真的是送礼的好选择，除了能展现品味啊和质感之外，我很喜欢透过香味来呈现这个朋友在我心里面的样子，这就是我送礼的小巧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要准备出门送礼物啦，对 Hearth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到台北诚品南西一楼逛逛。我们要出门了，然后这个
那个电梯非常的小，有可能会说超重，结果真的超重，只能两个人先下去，很迷你很迷你的电梯。可是你太重了。衣服太厚。我们住的 B&B 呢，地铁是这一站，然后据说这里每一个地铁站都很有特色，这一站应该也是蛮漂亮的一站。站体里面长这样，超酷的，全部都是用红色这种岩石感。都没有人呢、欸，这边看起来也太冷冰冰了吧，很像一些探索乐园，要去搭那个云霄飞车之类的东西。走出来的风景，哇，好干净，好有秩序的感觉，喜欢喜欢。我决定要来转个圈，请转，迎接这里。我们第一站要来他们这边最大的商场，叫做 NK 百货。然后小紫想要买一些牛仔裤，但我好奇你拧着腿长在这边一条抵三条。我看起来很小，可以减半，然后还买他们短裤啊？对，你可以买男生的短裤啦。NK 里面的洗手间超级漂亮的，然后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遵从机场开始就发现瑞典这边有很多的都是 unisex 不分性别的厕所。好的，我们现在大家都买完圣诞礼物之后呢，要去找个咖啡厅坐着休息一下，好像是要前往一个公园。我觉得在北欧这里我长得特别的美。光很好，长得特别漂亮。我好像长差不多。结冰了耶，哇好滑啊。好赞哦，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溜耶。决定来溜冰场旁边这个 Grand Cafe 坐着休息一下，今天还没有吃东西。我们点了一个咸的面包跟一个甜的面包，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有问他，他说是甜的，但上面撒的好像是黑胡椒。另外还有三杯拿铁。我觉得这个牛肉可颂有点特别。它是牛肉吗？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是，它应该不是牛肉可颂，它这个应该是咸生火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特别。我没有吃过这种欸。你有吃到生火腿吗？嗯，很特别哦。另外这个面包很像那种辫子面包。你刚才吃你觉得好吃吗？好姜味哦。我会做效果。下午三点的阳光要去哪里呢 ？Right now。老城啊，老城区。旧城区，现在要去旧城区晃晃，然后有经过一个很优雅的河，好多好多的天鹅，有点多哎。哇，这样看过去很美。这个是他们的王宫，斯德哥尔摩王宫。耳朵很痛，哎呀，很怕吵。好冰啊！我真的要去买一顶毛帽。等一下来笑我。经过王宫里面的小通道，现在刚好有士兵在走路。不知道是不是交接，蛮帅的，他们的军服很好看，差点摔死，实在是太冷了，加上我们东西蛮多的，决定先回家放东西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再出来吃晚餐。他已经冻到嘴巴已经有点跟不上我讲话的速度啊，好开心好开心，我最喜欢这种温度。我们改变心意了，来一个餐厅里面休息一下，喝点酒。我脸上打很多那个肉毒，感觉真的很笑不出来，笑不出来，笑得僵。终于喝到热红酒了，而且它里面加的是坚果，这个杯子很难拿，很难拿。碰杯，
眼神。哦哦，好浓哦，很赞，很棒，好甜，好棒哦。你会不会太兴奋？你捞捞看，那里面有谁？哦，是葡萄干耶，怪不得那么甜，那么好喝。葡萄吃起来应该是很爽，因为都浸满了酒精。好酒啊，好赞！哇，干嘛？我们要直接……大家有看到现在这个天色吗？其实现在才4点钟，然后已经看起来是很晚。原本我们订的晚餐是6点半，但是我们刚才在酒吧也待不了太久，想说那倒不如直接去吃饭好了，其实可以早一点回家。现在4点的这个天色呢是非常的漂亮，有点蓝蓝又有点黄黄落日的感觉。我们来到餐厅了，是一间吃意大利菜的餐厅。 Merry Christmas。吃饱了，非常的好吃。然后小紫点的那个意面是粗的意大利面，很特别，没有吃过那种，很好吃，非常推荐这一件。然后它披萨也好好吃，太冷了。在国外圣诞节这样吃，我觉得气氛好好，好赞。紫铺，你要坐下来干嘛？我要订回台湾的机票，太兴奋了。今天要去一个看市景的地方，然后捷运站一出来就是这个美景，很漂亮耶，很美很美。我们等一下呢会去那边的上面，他说怀疑这边的水感觉可以喝，你要不要先喝一口看看？它没有任何杂质啊，超清澈的哦，在旁边结冰耶，对，结冰了，好冷哦。沿途的路上也很美，很像一些童话故事里的小镇的感觉。现在在冬天要走这个斜坡，我真的是累了。你刚说什么？很冷。因为刚才出门的时候你还在说什么啊、哦、今天好像没那么冷。会先经过这个牌子然后走过去，就可以去看景色咯。哇，好赞哦，美到不行耶，这个地方超级的漂亮，无敌的景色，刚好现在还有一点点阳光。我原本找的景点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坐在草皮上然后看这个景色，那现在全部都是结冰。为大家带来一段今天的舞蹈吧，谢谢谢谢。这边居然有人在烧柴耶，我要来取暖。一群没用的人，尤其是你，说不冷啊，这还好吧。现在要去吃饭了，我刚刚差点在那个木栈道上面滑死，因为实在是太冰了，然后我只穿了球鞋，他们在后面笑。然后我们要去搭公车去吃肉丸，肉丸肉丸肉丸，好饿，今天都还没有吃东西。走下来的路上经过这一条也很美，那样很笔直，我觉得要帮你们两个拍个照耶，好好看哦。我们要挑战搭当地的公车，目前要等7分钟。因为怎么了？因为怎么了？因为 Google Map， 因为在欧洲的公车跟 Google Map 是很关系很密切。那你鼻水要不要擦一下？餐厅是这间专门吃 meatball 的，然后应该是确定2点半会开，结果只是没关灯。有啦，有人在里面。才刚开门，然后立刻就进来非常多的客人，应该是蛮有名的店。这边的肉丸的肉类呢，种类有非常多种，从一般比较常见的猪牛，
到有鹿肉，甚至还有熊的肉，麋鹿各种。我们应该会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尝试。你敢吃熊的肉吗？我没吃过，但我敢试试看。你敢？你们是点了就是？我们还没点啊，因为他就说要不要有一个 surprise 的这样子。好啊。你敢哦？你看起来好像不太敢。还好啦，都是陆地上的。平常吃玉皮亚的肉丸，它就是这种高阶版本，更精致化的，更多层次的。它这边的肉丸呢，我们今天点的是有很多种肉类的，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拿到的确切会是什么，只知道哦大概有什么肉这样。嗯，好 Q 哦。嗯，我觉得每个肉丸都不一样的风情。嗯，那蛮咸的。有人说你要搭配这个，梅果。在 IKEA 都是用那个果酱，它这边直接是梅果。味道很。好香哦，对吧？我觉得还不错，但是那个整体吃到后面实在是太咸了，所以点六颗就刚好。然后我们刚才点的那个是一个人八颗，所以到后面有点，但还是吃的比较辛苦。但它的那个酱啊，还有它旁边的配菜、腌制物的配菜跟那个小果子都很棒，推荐给喜欢尝试不同肉类的肉丸的人可以来吃吃看。可今天没有吃到熊肉。我也没有想吃，我们吃到很多不同种类的猪肉、牛肉，还有羊肉。最特别就是鹿肉吧。哦，还有鹿肉，今天有吃到鹿肉，都还 OK。但羊肉就是比较羊一点，说一些废话。羊肉那个骚味算是有一 点，我觉得不太 OK， 我自己。但是鹿肉就吃起来就没什么差别。现在是半夜12点，我们要去哪里呢？请问看雪，好不容易真的盼到很多的雪，我们就是一直不睡觉，就是为了在等雪。雪终于来了，那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呢？因为这个电梯有够小，有第三个人他就不载我们，所以杨晨也每天都自己走楼梯下来，辛苦你咯，每天都自己走楼梯下来。准备来迎接雪了吗？结果出去没有，有啦有啦，真的有雪啦，真的有雪，哦，好赞哦！快点快点旋转，你们两个旋转，要画几只？请问，会不会滑倒啊？好荒谬，已经在画第四只了，好好笑。好了，玩完了。心满意足了，回家睡觉。现在被卡在电梯里面，240公斤的沉重，我们三个人根本没有240公斤啊！现在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结论就是他自己走上楼，好可怜啊！这电梯真的很闹，还好我们平安脱困了。准备好了吗？有够冰，好好笑。It's the end of the year. Everywhere on TV, couples and Christmas trees, gift wrapping and cheer. Just the worst time to be with someone special. In all the movies there, kissing in the snow, holding hands and mittens, baking together at home. 前面这个 system 开头的这间店呢，就是他们国营卖酒的地方，所有高于 3.5% 酒精浓度的酒呢，都只有在这里才会贩售。那今天才开，里面你看生意多好，超多人的，大家都憋坏了。小紫呢去逛一些 outdoor 的店，然后因为他就是很爱这些，他其实是个假 outdoor 人，开始在背后讲他坏话。然后我们来到 Acne Studios。瑞典必逛，那天在那个折扣店没买到东西，今天就来正店来正货店来看一下。
它里面这间店里面超深的，而且它做的是这种有点像宫殿的感觉的装潢，很时髦，很冷冽的那种时髦风，北欧风。终于找到这双鞋了，我们找了好多个国家都没有找到。然后这双可爱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小笑脸，很 Q。这双真的穿起来气质很好哎，它那个配色下面配一点奶油白，这东西什么意思？你还不如绑在腰上。这件真的不错哦，又请店员拿了几个颜色给我们试一下，蛮可爱别致。然后另外有试了一件裤子，颜色我是蛮喜欢的，但因为我比较矮，所以裤长还要再回台湾调整一下。买到那双鞋超开心的，这不愧是大北。我觉得瑞典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购物的地方，而且他们退税率貌似比法国还要高一点，我很推荐大家来瑞典购物，而且这边人又没有很多，就是不像在巴黎很常要排队或什么的，这边很赞，好喜欢，又很有秩序，又干净，只是冷了一点，对，但一切都很棒。然后我们现在要去 NK 百货，其实我们要给小紫买一个礼物，因为他有准备圣诞礼物给我们，然后我们都没准备，所以我们要给他找一个小惊喜。我们原本想要买这个小包包，然后又可以斜背，很可爱，但是它没有紫色的了，紫色只剩这两个卡夹，有点难选择。请问你是蔡依林吗？要穿不穿？我已经买好要给小紫的礼物了，等一下很期待它拆开的样子。哎，你可以去拿一下，你可以帮我拿那一袋吗？Merry Christmas！ 傻眼欸，赶快拆哦！这样录要不拆很快。表现出来啊，跟大家说啊！哇，天哪，好美哦！超美的吧？超美的，我命定色啊！不要跟我抢！太美了，谢谢。这个超可爱的，连我自己都很想要。好美哦！这一条超美。等下立刻就是穿出门，好好看哦！是你哦，真的好美。现在要跟我们的豪华房间说拜拜了。然后我们要先去倒垃圾。嗯，我们的东西好多，好好笑。然后现在要先去把这些垃圾倒一倒。现在真的是一个保湿喷雾雨，非常可恶的那种，还要爬楼梯哦。哦，笑。但子铺说，在欧洲大家 B&B 客人都会帮房东把垃圾倒好。展现世界的好公民的素养。那个楼梯好多啊！啊，终于走到了。虽然它上面地图是写四分钟，可是这四分钟蛮累的。发生了一点小乌龙。你手上还拿着什么呢？一般垃圾。原来一般垃圾要丢在我们自己的 apartment 里面。我们现在呢要搭这个 Orlando Express 去机场了。他们这边从市区到机场真的很方便，大概只要18分钟就可以抵达机场，很近。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是搭这个，不然就是搭巴士。车厢的空间呢也弄得很有北欧风，很多木头的装饰，然后椅子这种深色的很有质感。整个车厢子铺说很像头等舱。我们到那个登机口了，这趟怎么样呢？我个人是觉得玩得非常的开心，很尽兴。我也是，真的。你看起来那口是心非。我很开心，我有点累了。待会小紫就要回英国了，我们就明年台湾见喽。三月。感谢本集财神美好生活选品店 Hers 赞助播出。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诚品南西一楼逛逛，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拜拜。